那个学校有个校刊社，然后那个学长哦，他带我们去做一些踏查，那采访一些很有名的人，他们给我一个格局，就是说我们学生基本上是有可能关心高于生活的事物，所以我即使念不是念很好的大学，但是等我毕业之后，别人就说为什么你敢做这么多的事情，我就开始思考，哦，原来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群学长这样带我，所以我知道学生时候的先辈经验会给你个胆，这是我一辈子带着走的能力跟胆识，这是你拿来安身立命之外，它是你解决世界问题的工具。可是我们常常被训练到就是 It's not your business， 好，然后你知识找不到方法，你没有工具，士大夫无耻，是为国耻嘛。所以说这个国家如果再，我讲一下，再这样训练读书人下去，这个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公民社会的。